哦，之前我黑斑很浓啊，看到我的脸很暗淡，整个脸都有啦，但是这一大是最大的，所以我看到很伤心咯。之前还没有生孩子是没有的，我就自己去外面找那些产品来擦，但是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咯。不喜欢出门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很丑啊，就每天都躲在家里，很少出门咯。人家会讲啊，你的脸好像很糟糕啊，做一些东西这样子咯。他们劝我啦， Shakura 产品是会帮助我们的比闷的啦。做了过后我去看我的脸，诶，好像有白了哦，很开心啦。他就叫我啊，要坚持来做 facial 啦，会很快看到效果咯，这样子。整个过程我都很喜欢啦，很舒服啊，然后做 mask 我可以好像 relax 啊，睡一下觉这样子咯。好像之前我没有去理他，那个脸越来越糟糕啊，看到那雀斑越来越多啊，就是如果没有护理咧，我觉得我今天脸不会这样好看了，看到我的脸比较轻，不会好像暗淡这样子，就是比较容易。我要出门就很随便啊 ，simple makeup 啊，我就可以出去了，不用担心我的脸暗淡啊。看到我的雀斑这样子啊，给我很省很多时间啊，对自己也是比较有信心啊。去见朋友喝茶这样子，我就是要感谢我的 consultant 啊 ，Miss Yuki， 她很照顾我的脸，对我特别好啦，我很感恩她哦。